我理出一个头绪了。那台湾这边哦，包括香港啊，你最大的一个偶像啊，就是关公了。那像本土这边的啊，就是什么宫庙，对不对？民进党这边就是什么宫庙，他们还上不到这个关公这个叫什么神位还是什么？我要怎么讲他呢？对不对？他们还上不到这上面来。王伟忠放关公，我就是陆航的，放关公，他开那个直升机的，知不知道？香港也都放关公啊，那成龙他们也是放关公的啊，或香港警察也放关公的。那你总的来说啊，你再怎么样说什么中国台湾，你关公是中国的，或是这个宫庙才是台湾的，你再怎么样，或是有些民进党说。这个我们台湾的，你小看我们这些宗教，可是问题是，你这些，等一下，问题是你这些啊，你这些东西比较相对的落后，有没有觉得？就是宫庙这些啊，比方说我说宫庙，他们是一。那像台湾人，他们说本土人说，那你们这个某企业什么马拉松啊，全部都畜生了。对啊，我刚刚不是说那些公庙都是畜生？那我说，那他说什么某企业的什么马拉松，你看全部穿蓝的也是畜生了，那我也是山猪了。你这样讲是不通，因为还是有一个知识上的一个差异，有没有？哎，我的知识就比你有用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要看医生啊。哎，你是去那边喝符水的，这相对一个叫相对落后，对不对？公庙是一个相对落后。那有些啊，你这个什么关公也沾不上边，对不对？跟军队也沾不上边的，像王伟忠一定是也是有军队背景的嘛。你跟军队也沾不上边。然后跟公庙也不喜欢，就变什么一般的平常的老人家、平常的百姓了，平常生意百姓，就他追求什么，就是一个温饱嘛，一个生活的稳定，这个固定的收入，所以会有什么年代啊、东升啊，他跟军队我沾不上边啊，我对对，我然后跟也不会跟这个宗教迷信有关系，就是一个温饱，对不对？然后一个固定的存款，有一个固定的收入，一个。一个累积，一个积蓄，对不对？就是他们周遭的生活的一个依靠，所以什么年代东升啊，向前冲。他们有那个金钱啊，就是他们生活的安定了，对不对？像军方的就比较不怕关公，我们有这个政府的武力在嘛，对不对？那民进党那些，你这公庙就真的是不行了，真的是不行了，你真的是要上来的，你不你这都没有用啊，你一方没有用，你一方面，我们要往上走，你要跟科学接近嘛，你要跟科学接近嘛，对不对？你要跟科学接近，那公庙没有前途啊，公庙真的没有前途啊，你要跟科学接近，对不对？那我是当然是在台湾最绝对的了，我跨到大陆去啊，我把这个东西带回来，而且还真正付诸死刑，对，我是更绝对了。我也不用存什么钱啊，因为我完全相信中央会支持我嘛，对不对？我根本不需要存钱，是这样一个道理，有没有？对，民进党都在搞公庙，那这个一般老百姓啊，就是什么存钱，对不对？那国民党的啊。就是说有军队武力，哎，我们有一个政权，对不对？关公，对不对？我舅舅啊，还有什么王伟忠啊，香港也是关公，对不对？可到最后，你看现在成龙都被北京也是被折服了嘛，对不对？全部都归到北京去了。
你不能说我说你公庙是畜生，你就说一那妈那些今天跑步的也是畜生，这不一样的了，这不一样的。你还是有比较接近现代社会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接近现代社会的，我生病会去看医生的，不是喝符水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讲完。